凡是进入本院的人，必须要有正式的公文，这是我们董事长亲自定下的规矩。你是说宋万季董事长吗？那既然是董事长定的规矩，我下次拿到公文再过来好了。董事长，是什么？关于医院的伙食，我觉得重新检讨跟改善的必要，就相信董事长批准。喂，哎，你好，你好，孙董，你好，你好，是是是，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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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等一下。好啊，好啊，好啊，骗老你了。那，好好好。那细节我们见面再谈。行啊，行啊，行啊，行啊。哎，骗老，骗老，骗老。OK。情况就是这个样子，所以要跟你们接待一下赵小姐，你们厨房要忙得过来吧。没问题，谢谢。冰啊，待会你跟我去一个地方。要去哪？一个疗养院，那是我们医院的附属机构，我们要去检验一下那边的饮食状况，你准备一下相关资料。嗯，我知道了，请跟我来。这是我们疗养院的厨房，请慢慢看，我先去忙了。谢谢。麻烦你检查一下他们的每日菜单，我到附近晃晃看看。嗯。你好，你好，可以麻烦你给我看一下这里的每日菜单吗？可以，在这边。谢谢。不客气。你来看我的，你真的来看我了，你瘦了，你都没有好好吃东西啊。我，你为什么不来看我？我很忙啊。哼，好朋友也是这么说的。好朋友？对呀，好朋友是唯一来看我的人呢，他告诉我说你很忙，你要出国，所以他叫我住到这边来等你回来。儿子，我好想你，你可不可以赶快带我回家？那爸，你还记得我叫什么名字吗？我当然记得，我昨天就说过了，你叫梁福成。不对，你叫梁景浩。爸，我帮你拍张照片好不好？好啊，好，可以吗？好，好，好，等一下。好，来看这边，来，一二三。这家疗养院的伙食很好，也够营养，没有什么需要调整的地方啊。贝云，你可以答应我一件事吗？不要告诉任何人我们今天来过这里。
为什么？这对我来说非常重要，你可以答应我吗？雪莉小姐，肚子饿不饿啊？我帮你买晚餐。不用了。那怎么行呢？你们这么做脑力工作了，最需要吃晚餐了。我看我帮你买一个具有丰富钙质的深海鳕鱼便当，如何？好吧，随便。这样的话，我要排骨便当。我要鸡腿。好，一个臭酸的排骨便当，跟一个发育不良的鸡腿。要不要帮他买一个啊？他说要出去吃，马上就回来了。我有事想找你谈一谈。我没空了，十分钟就好。有什么事赶快说吧。我不想在这边谈，我不想让瑞恩知道我来找你。换个地方吧。看起来在红线科技里面混得还不错嘛，比起那个摆地摊的穷学生，现在体面多了。所以你特意来找我，是不是跟我说这件事？干嘛对我那么有敌意啊？有什么话快说。如果是为了松瑞恩的事，那你大可不必多心。我跟你说过了，对松瑞恩一点兴趣也没有。既然你对他没兴趣，你为什么让他去你公司上班呢？我们的公司采用匿名方式来做甄选，是设计部的人选的，我是后来才知道的。那你大可以反对啊！我怎么那么说？说他是我以前的女朋友，是我不录用他。好。那想办法让他离开。是我的公司，这不关你的事。必须要想办法。林明硕，到底想要怎么样？难道你不想见到你爸爸了吗？说什么？我是问你。难道你不想见到那个因为失智连自己儿子长什么样子都忘记的爸爸吗？说什么？你给我说清楚啊！我是说，你爸爸如果还活着呢？我警告你，你不要随便拿我爸来开玩笑。开玩笑？好啊，就当我是开玩笑啊。就不要来求我。
我为什么会有我爸的照片？你跟我说他在哪里？你说话！这张照片是我今天帮他拍的。今天？我爸在哪里？快点告诉我。在哪里啊？我没有必要回答你这个问题吧？你要找你爸，你自己不会去找啊？你告诉我爸在哪里？你把他还给我，听到没？那你先回答我一个问题：三年前你为什么要离开？就这样一声不响就走了，那个这么爱你的人每天为你掉泪，这样伤害他到底是为什么？说啊，到底为什么？因为我觉得我爸死是我造成的，我连他性命都没办法守护，我有什么资格跟一个女孩子建立一个幸福的家庭啊？现在到底还爱不爱瑞恩啊？你问这干什么？如果你还爱他，愿意给他幸福，我可以成全祝福你们。但如果你不爱他，就不要再让他对你心存希望了，让他在三年之后再度受到伤害。你说，你要不要跟瑞恩在一起？我跟瑞恩。既然这个样子，我可以把你爸还给你，但是你要用一件事情来跟我交换。什么事？马上跟许新杰结婚。只要你跟许新杰结婚，我马上把你爸爸送到你面前来。所以如果他爸爸还活着的话，那他会怎么样？他一定愿意放弃一切来换给他父亲。瑞，离开那个不值得你等待的男人，回到我身边吧。我会给你幸福的，你会知道只有我会给你幸福的。我可以把你爸还给你，只要你跟许新杰结婚，我马上把你爸爸送到你面前来。喂，新杰，你在哪里？我在吃饭啊。新杰，你愿意嫁给我吗？秦昊，你说什么？请你慎重的考虑，你愿意嫁给我吗？我愿意，我当然愿意啊。如恩姐，我好开心哦！秦昊在跟我求婚了。知道我等这一天等了多久了吗？之前他才刚答应跟我正式交往，没想到他那么快就跟我求婚了。我现在脑子一片空白，我不敢相信是真的。瑞恩姐，你一定想象不到我现在是多么开心的。听到我要跟秦昊结婚，你一定替我高兴嘛，对不对？我能给的安全感也用完。恭喜你。原本的孤单也变成不安。你是我的好朋友，你愿意当我的伴娘吗？我需要你的祝福。
想到你三年前的三心事吧，对不起啊，我这个人每次都是这样，只要自己一开心起来就只顾着自己的开心，忘了你的感受。刘恩姐，你告诉我，三年前突然消失的那个坏蛋是谁？他让你这样伤心，我一定要找他算账，我要狠狠地骂他，问他为什么这样子对你。刘恩姐，你告诉我，他叫什么名字？他叫……你说啊，他叫什么名字？欣姐，我先回去了。丹阳姐。喂，瑞恩哦，我 no Q 啦，你跟朋友吃饭怎么那么久啊？我们已经下班了，你有没有回来啊？你先回去吧，不用管我。哦。你是故意的，对不对？我听到了跟许欣姐求婚的事情。你都听到了？你打给许欣姐的时候，我就在旁边。告诉我为什么？
为什么要在我面前跟许清言亲热？为什么一进公司你就跟他讲话？因为我爱他。你骗人。干嘛骗？你告诉我为什么这样，一定是有原因的，对不对？告诉我。你问题太多了吧？我没有必要回答你每个问题，因为你的人生还有我的人生已经一点关系也没有。怎么会没有关系？这三年来都带着你送给我的戒指，我没有一天是忘记你的。为了你离开家里，住到你曾经住的地方，每一分每一秒我都在等你回来，你知不知道？我记得我们之间发生的一切，我记得你的钓竿勾到我的裙子，什么啊？因为我刚只是去买药而已。这个你没棒棒糖给我，记得你笑我不会留情牌了。交给你快了、没事吧？地板被松人撞坏了，不痛不痛，有没有裂开啊？哎，这人怎么这样啊？我都跌倒了。我记得你说。你第一眼看到我就爱上我，我是上天送给你的礼物，你像是上天给我的礼物一样。上天因为我过去忍耐而赏赐给我的礼物，对，就像是那礼物一样。因为你很坚强，所以当年才把我那么美好的礼物送给你啊，统统都记得。那已经是过去的事了。没有过去啊，这三年来，我相信你会回来，所以我才可以撑到现在。你这个大小姐，你怎么会这么任性固执啊？那只是你的想法，你有考虑到我吗？我有我的人生要去面对。我的问题要面对，你懂吗？我不管，反正我没有你，我活不下去，你知不知道？好，如果真的是这样，我知道该怎么做。该怎么做？这样好了，既然我跟许清姐结婚了，你没有那么爱我，那我希望你不要介意，就当我的情妇好了。我不可以背着所有人偷情，你如果真的那么需要我的话，那我就毫无顾忌地占有你。
相信真爱，我能给的安全感也用完，原本的孤单也变成不安，想看穿却又放不下依赖。宋言，你知不知道你在干什么？我怎么做你都不讨厌我吗？你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我的人生已经被你搞乱七八糟，你知不知道啊？从现在开始，你跟梁景浩一点关系也没有，去爱你的李明书啊！我们都但又好像是只牵手，两颗心隐藏在背后不敢承诺，不想再难过，自己回忆重新来过，让我永远牵着你把手给我，我们都怕痛，但又好像是我的问题要是没你懂吗？你给我滚！反正我没有你，我活不下去，你知不知道？瑞儿，我多么希望可以永远想见到你，就差一次吻这里，即使再多吻你一秒，我就会马上失去，我也绝对不会放开你。可是我真的不行。我真的不行，我可以把你爸还给你，只要你跟许昕杰结婚，我马上把你爸爸送到你面前来。对不起，对不起，不要再爱我，不要再接近我，求求你，让我永远牵着你，把手。哎，林医生，下班了，今天比较晚了。是啊。喂，你怎么在这里啊？你怎么了？他们要结婚了。他们？您说梁景浩跟许昕杰吗？没关系，你还有我。你要好好劝瑞恩，要赶快忘了梁景浩，回到爸爸身边，开始新的人生。每次看他这样，真的很让人心疼。你放心，我会在他身边的。去医院吗？
晚点去，先去上班吧。昨天的事已经过去了，从今天开始你要当一个快乐的女人。谢谢。哎，你要做什么？我要去上班。你还要回到红星科技？你还想看到那个伤害你的人吗？难道你不甘心想跟他继续纠缠下去啊？我答应过他们会把红星应用程式完成，不管梁景浩对我做了什么，我都要遵守我的承诺。真的吗？真的。好，那你答应我一件事情，彻底放弃梁景浩。不是，你还能怎么办？是他不值得你去爱啊。人，你现在看着我。跟着我说，你会放弃梁景浩。求婚了？什么时候的事啊？昨天晚上。那你一定答应他了吧？我的天哪，怎么了嘛？我不能跟景浩结婚吗？你妈不会同意的，她一直都很反对你跟景浩在一起，现在两个居然要结婚，你难道都不怕你妈会做出什么疯狂的行为来阻止你们吗？我不怕，只要有景浩在，我什么都不怕。不管怎么样，我一定要跟梁景浩结婚。那你打算什么时候让你妈知道这件事情？我打算今天就告诉她。你觉得这几点写的怎么样？这样 OK 哦。还不错哦。这。哎，组长，早。早。走，宋总。哎，瑞恩怎么都还没有来啊？我有一些问题想要请教他的意见。我有打过电话给他，可是他没接。奇怪了，他平时是最早到的啊，今天也没有打电话请假。哎，会不会是因为工作压力太大，所以就不来上班了？你以为他是你这颗烂草莓啊？他不管遇到什么事，都不会轻易被打败的。因为我不会来上班，对不对？你放心，我已经放弃你了。各位同事，关于上次提出来那个红线设计的概念啊，那其实我自己有一个初步的想法，想说赶快跟大家讨论一下，然后我们就尽快加速这个案子。那我相信，这一次就是升级过后的红线城市应该是。喂，欣姐。之前不是讨论过一些吗？待会找你。会翻译这些地方吗？就像是，一些范围。那我觉得这一次 Nokia 上次有提供给我一个方法，那我觉得一定可以解决。
欣姐，欣姐，欣姐，对不起，您拨的号码现在没有回应，所以无法接通。欣姐，你在哪里？梁景浩，你想找欣杰吗？收了，你的欣杰到哪里去了？你都是用这种态度问别人问题的。你告诉我在哪里？你把欣姐怎么样？她是我的宝贝女儿，哎，我会对她怎么样？她人呢？不在这。苏美丽，你到底想要干嘛？这句话应该是我问你才对吧？我听说你向欣姐求婚了。我问你，你凭什么跟欣姐求婚？你不过就是一家科技公司的主管罢了。欣姐有大好的演艺事业，她以后是要嫁入豪门的人，你是想把她人生毁了是不是？会毁掉他人生的人是你吧？从欣姐18岁开始，你就逼她做演艺圈，为了钱，你什么工作都接，连露脸写真也强迫她去拍。这件我先强颜欢笑她，背后多痛苦，你知不知道啊？轮不到你这个小子来教训我。我为了欣姐被男人抛弃，我在她身上花了多少钱？她本来就该把我赚回来，这是我应得的。你不可以这样子控制她的人生。要我不控制她的人生？可以，只要你拿出5000万，我马上还他自由。过两天终于可以出院了，公司这阵子不是很忙吗？你怎么会有空来看我呢？我想跟坤哥借笔钱用。公司的周转出问题了？公司没有问题，是我个人要借的。要多少钱？5000万。要那么多钱干什么？我需要这笔钱，我希望坤哥能借我这笔钱，但是不要问我为什么，我也会一定会还给你的。我先准备好了，告诉我身边的人。钱在哪儿？欣姐人呢？钱在哪？我怎么没看到啊？这里只剩5000万的支票，我希望你拿了之后就再也不要骚扰欣姐了。
然后又再也见不到你。不会的，有我在。如果不是因为你在，我根本不想活在这个世上。景浩，我们快点结婚好不好？好，下礼拜，我下礼拜要结婚。真的吗？我要赶快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大家。喂，记者李小姐吗？你一直对我很照顾，我要送你一个独家。夫人，可不可以请你以后不要再闯进欣姐的家，强行把她带走？我是她的母亲，我想怎样就怎样。她以为现在翅膀硬了，就可以像她那个没良心的爸爸一样，丢下我自己远走高飞吗？夫人，不觉得太过分了吗？过分的是梁景浩，他认识欣姐才几年，就想把她从我身边抢走。他以为区区五千万就能打发得掉我吗？先住这儿吧。我真的可以住在这里吗？我可以安心的住在这里，不用怕我妈随时会闯进来。你会一直在我身边保护我吗？你真的会吗？当然会啊，我们不是要结婚了吗？我一定会好好保护你的。景浩，谢谢你，等这一天等了很久了。哎，瑞恩啊，你还不下班啊？哦，我想要先把这个红线概念想清楚再走，你们先回去吧。嗯，那我跟学姐先下班喽，不要弄太晚了。牛 Q， 你要好好保护瑞恩哦。遵命，学姐小姐。走吧。哎，瑞恩，我们干嘛这么拼啊？我们才领一份薪水，何必这么爆肝？因为我快没时间了，我要在我们结婚之前把整个红线设计完成。他们结婚？谁要结婚呢？梁景浩跟许昕杰。什么？让我永远牵着你，把手给我。深仇大恨都可以结为夫妻。我喜欢你。你再大声一点啊。我好像爱上你。宋瑞恩，你听好了，我这个人很难做决定，但是一旦下定决心就绝对不会改变。不管别人说什么，我都不会轻易动摇，所以你不要担心，我会在你身边，永远。
你为什么老是看了这一幅画？以前在日本的时候，你就常常盯着这一幅画看，虽然你从来都没有说过，可是看你把这幅画从日本带到台湾来，我知道这幅画对你来说很重要。这幅画是你初恋情人画的吗？景浩，你知道吗？我一直不敢相信眼前那些是真的。我觉得很幸福，但又觉得很害怕，害怕眼前的一切会突然消失不见了。就算你说要跟我结婚，我一直都不敢相信。景浩，你真的爱我吗？你真的希望我嫁给你吗？是真的，我是真的希望你能嫁给我。喜欢我？你不要想太多。你还是忘不了他，对吗？谢谢。对不起，我不应该问你这样的问题。你都说要跟我结婚了，我不应该逼问你，是我不对。我只是希望你愿意爱我。会的，我会好好爱你。许昕杰公开向媒体表示，将于下周举行婚礼，结婚的对象正是日前与许昕杰在机场热吻并公开交往，目前任职于某科技公司的梁景浩先生。啊，组长也太见外了吧，这么大的消息竟然都不跟我们说。哇，我看啊，他们两个总算是修成正果了。之前在日本的时候啊，昕杰呢就一直追着组长跑，现在他们终于要结婚了，好幸福哦。哎，组长下个礼拜就要结婚，我们是不是要合包一份红包给他？对啊，啊你们说要包多少？包个万几啊。包他凭什么说娶许昕杰就娶许昕杰啊？哎No Q， 干嘛那么生气啊？难道你是许昕杰的粉丝啊？粉丝？我还僵尸大肠欸！不行，我一定要找他问个清楚。杨景浩，你为啥娶许昕杰？现在是怎么样？随便什么人可以进我的办公室啊？你明明知道瑞恩很爱你，你还故意娶许昕杰，你想故意让他难过是不是？没有必要回答你这个问题。杨景浩，你要怎么无视我们的友情？怎么对我视若无睹？怎么冷嘲热讽？我都无所谓，但是我就是没法接受。你跟瑞恩现在变跟陌生人一样，你们以前明明很相爱。管你能不能忍受，我有权利决定自己跟谁结婚。
你有没有想过瑞安的感受啊？做够了没啊？现在回来你的办公桌上，不然的话，我让你跟瑞安一起离开这个公司。梁景浩，不要忘记，你现在还在试用期，我随时可以把你离开。打搅了，组长。喂，看到报纸了吧？把包带回来给我。我知道，我会把它送回去给你的。让我永远牵着你，把手拉。徐小姐，恭喜你啊！很抱歉，没有事先告诉董事长一声。今天前来拜访，就是想当面向董事长道歉。欣姐身为泰丰医院的形象大使，我们应该先告知的。但是因为结婚的决定很突然，所以没有事先告诉董事长，希望您见谅。我也是，我当初所以选上许欣姐小姐做我们的医院代言人，就是看上他对追求爱情的行动力，只是我没想到这么快，才宣布男朋友，就突然决定要结婚了。我想是不是因为社会大众的支持，也是让你决定突然结婚的动力？也不是所有人都支持，像我母亲，她就很反对，她很担心会影响欣姐的演艺事业，所以很反对他们结婚。从一开始，他就反对我和景浩交往。他一定会用很多方法来破坏我跟景浩的婚事。可是宋董，我们下个礼拜就要结婚了。不管我母亲怎么样反对，怎么样破坏，我都一定要跟梁景浩结婚。你可以陪我再去一次泰丰疗养院吗？哦，等下进去之后，你就说这是经过我们调整之后的菜单，然后尽量帮我拖延一下时间。拖延时间？为什么？我有件事情要处理。哦，还有，你会开车吗？会啊。那等下出来的时候，车给你开。哦。冰，等一下，不管发生什么事，你都要冷静。我叫你怎么去做，就照我安排去做，可以吗？嗯。走吧。这是我们调整后的菜单。菜单不好吗？为什么突然又做调整？之前的菜单太不营养了。另外，可以给我看一下你们放食材的地方吗？可以，这边请。
你是谁？哦，你是新来的医生，对不对？我告诉你，我不要吃药，我不喜欢吃药。嘘，你想不想回家？我带你回家。回家？好啊，我很想回家。好，如果你想要回家的话，要乖乖听我的话。好。等下我们出去的时候，你要紧紧跟在我旁边。我们要玩一个躲猫猫的游戏。好。千万不能被抓到。哎，那如果被抓到怎么办？如果被抓到的话，你就回不了家了。哦，那我不要被抓到，那我跟着你好了，好不好？走。厨房吗？嗯，好，现在可以出来了。我大门口移动，别忘不要挂。啊，不好意思啊，我先去一下洗手间。你在哪里啊？我在楼梯口。你现在出大门，然后上车把引擎发动了，懂吗？嗯，知道。好，知道了。好，等我一下。我现在还没有灯，对，三五就跑就可以回家了，快快快！谁呀、啊？让我永远牵着你，把手给我。走走走走走，我们小手拉小手。走走走走走，一起去加油。这个人是谁呀、为什么要停在这里？你先叫计程车回医院吧。你不回去吗？我还有事情要处理。明硕，那个人究竟是谁？你为什么把他拖从疗养院带出来？你可以告诉我你到底在干什么好不好？碧如，如果你相信我的话，就不要问那么多。你知道少一点对你来讲比较好。反正你只要记住，这件事情是我们两个之间的秘密，千万不能告诉别人。听我的话，回医院吧。在城市设计的部分，要多跟新的设计师开会，尽快把新的设计融到应用城市中。喂，你爸现在就在我旁边，如果你想见他的话，现在马上就过来。
我爸呢？你不带来见我，他人呢？你对把失散多年的父亲带回到你身边的人这么不客气啊？我可是费了很大的力气，才把你到从疗养院里带出来。疗养院？他为什么在那里？我也不知道啊，也许是因为走丢了，被人送到疗养院里。这些年来，他一直待在那里。所以我爸在疗养院苦苦坦坦地过了三年。他到底在哪里？你不是要跟你在一起吗？你让我见他。我本来就打算把他还给你嘛。不过你要答应我，不可以告诉瑞恩，是我把你爸找回来的。只要你把我爸还给我，让我心里跟他活着，你要死我都愿意。心结跟梁景浩的事，我想我也不需要再说第二遍了吧。我一定会想尽办法阻止，而且是不计任何代价。我就直说吧，我希望你不要阻止他们俩之间的感情。宋董事长，您在跟我开玩笑啊？我为什么要听你的？我是照你说的，就像我上次说的，如果我愿意，我会出一大笔钱安排你女儿的未来人生，只要你答应不再阻挠他们的婚姻，这笔钱就是你的。你所谓的一大笔钱指的是多少？想不到心杰这个丫头竟然可以让我轻松地赚进一亿台币。看来我不能随便放弃这棵摇钱树了。不过为了让梁景浩和心杰能够顺利结婚，这个宋万计竟然愿意付出一亿台币，他为什么要这样做？难道有什么特殊的理由吗？他是我爸。你爸？以前在日本的时候，你不是说你爸已经……你是谁？伯父，你好，我叫做心杰。心杰？不认识。志叔在哪里？我要找志叔啊！志叔马上就回来了，你们快快等他。啊！我不要。这里是哪里啊？这里是我家，我现在住这。这里不是我的家，志叔在哪里？我要找志叔啊！志叔不在这里。志叔，爸爷，这志叔，爸，志叔在这。志叔，你骗我！你为什么把我带这么远，带我到一个没有志叔的地方？你骗人！你是混蛋！爸，不要这样！爸，不要打起来！滚开！欣姐，爸，爸去哪？爸，等一下！爸，你放开！走失了！我要去找志叔，你放开我！你为什么不让我去找志叔？是我的志叔睡了，你先别注意吧，我明天再去找他。
家找志叔，带我回家哦。你来干嘛？我是要拜托你。拜托我？让我永远牵着你，把手给，把手给我。你来干嘛？我是要拜托你。拜托我？是你说出来我们之间一点关系都没有的，那应该没什么好拜托的吧？是我爸的事。你爸？我爸他没事，我找到他了。愿你愿嫁给我吗？你愿不愿意为我穿上婚纱？素莲，答应我一定要幸福。人民错都会幸福。景浩，景浩，我真的很爱你，只要你能幸福，什么都没有关系。我认识你，是他开车带我出来的。梁景浩的父亲被你藏在疗养院这件事情，如果让瑞恩发现了，没有人会发现。那个女生以前送了一幅画给景浩，景浩。都想着他，你以为你躲在梁景浩这里，我就拿你没办法了？把他带走，我妈来找我，然后我们两个一起逃跑。他为了救我，他真的就出来了，现在还在精神室里。这太过分了，直接把你扔下去好了，这样再也不会站到别人。反正我梁家活着比死的更痛，给你痛快一些好了。虫鸣鸟叫声轻啼，风中绕响在天。燃烧希望，生生不息。爱情像从此百米，跌倒也没有关系，给自己拍手加油鼓励。就算是我独自看着远方，却从来。既然我跟徐晴姐结婚，你又那么爱我，就当我的情妇。我不可以背着说我们的周琦，如果真的不喜欢我的话，那我就毫无顾忌地占有你。孩子的本质中，自然无法守护瑞恩幸福的景浩。为了让瑞恩对自己彻底死心，他狠下心使出连自己也心痛的杀手锏，要求瑞恩当情妇，而且故意强吻伤害瑞恩。
在拍摄这场激烈的强吻戏之前，完全没有经验的韦伯和荣荣两个人，他们的紧张和不安完全写在脸上。事实上，这场戏来得非常突然，韦伯和荣荣前一天才拿到热腾腾的剧本，而拍摄当天导演才确定要加这场激烈的强吻戏，完全没有心理准备的两个人内心的紧张可想而知了，所以他们只要逮到机会就会赶紧练习台词，培养默契，演练动作，就是要建立对彼此的信任。那我就毫无顾忌的占有你。顾忌明天就暗恋了，这下好恐怖，不想跟他演的。我两人生已经被他洗洗干净八糟了，重新开始。你到底掌握这人生？我人生已经过得乱七八糟了，重新开始。你两条一品都没笑，你好好的英雄联盟坐下面。好好的是什么？好好去暗夜的英雄。去暗夜的英雄，等他的手。我走。瑞恩不是一人在办公室痛哭着。音乐下，我们都怕痛。好吧，失去什么？不是，好想试着牵手啊！连自己最熟悉的歌都唱到忘词了，可见这场戏对韦伯来说压力有多大了。来来来，继续，反正就是不能没有我，完全不能我没有，不是吗？不是吗？那我就毫无顾忌占领你，还要挣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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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推开，你在哪里？来，所以你要挣扎来推开，硬推开，再硬推开的时候，啊，你先把脚往那边，啊，对，就往那边压，对不对？对不对？啊，对不对？啊，对，看，我看看，你这个我也认识。优质偶像潘玮柏即将挑战从影以来最暴力、尺度最大的演出。面对导演设计的一连串要将荣荣推倒并且强压施暴的动作，体贴的韦伯为了确保荣荣的安全，一再主动要求导演反复试戏练习。你就不能害我了，对不起，我欺负你，你这辈子所有人都出息了，这辈子出息了，让我毫无机会的再有你了。再有你啊，再有你，哎，继续啊，继续，再有你，咱别好好的事，再有你吧。真的，真的，倒霉这条腿好像好惨的。这是什么事情？没有，现在就是强暴。所以其实很难做这种坏事，因为你真的很累，很累啊。你以为啊？是因为利用女生先放弃？对，我要告诉你，不可能。女生只要不放弃，绝对做不到。大喉结啊，对不对？对，来招大黄春树，两个大喉结。虽然不是武打戏，但一阵手忙脚乱的激情推挤动作，激烈程度绝对不亚于武打戏。这比起套好招式的武打动作更容易受伤，因此导演也特别小心翼翼，在开拍前再做最后一次的动作确认。这脚真的是，我说我没有看到，但是我刚刚也是这样走的。对，他一翻就上了，对，有没有？假的，真的啊，这样你才伸展不开，我靠啊！然后就是。经过一而再、再而三的练习试戏，再三确定动作，确保演员安全，终于要正式开拍了。此时的韦伯和荣荣收起笑容，沉淀心情，专心培养情绪，为了开摄做最后的准备。三。
各位观众，在戏里看到这短短不到一分钟景浩强吻瑞恩的画面，但是实际拍摄时，荣荣可是被韦伯又摔又压，还是挣扎挣扎挣扎，不要再吻。三二，一遍又一遍反复的拍了五次，让现场工作人员看了都超心疼的。从今天开始，跟他一点关系没有。爱你的妹妹说。事实上，在处理这类情绪比较激动的戏时，演员的情绪与画面的呈现是否能够达到要求，才是拍摄时最重要的考量。所以韦伯因为太紧张而吃了小螺丝，造成镜头里唯一的小小不完美，只好进录音室重新配音，才完成了今天大家所看到的播出画面。我的人生已经被你搞乱七八糟，你知不知道啊？去爱你的李明书啊！真念力，哇！还 OK 吗 ？OK 啦，哎，嘴巴都亲破了，还要怎么样？哎，不见不见，你刚刚在我眼皮上，我把它丢掉。医生，我刚使用那个工具，太生气了，讲错了吗？他们这还是尊重你的，强暴人是很累的一件事情。我跟你说，这单位会放弃挣扎。哦，会。因为太痛了。哪打得重啊？直接压，强暴人很累。更多精彩的幕后花絮，就在每周日晚间10点，华视频道爱。